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是你看到的关系，麻烦让一下。你扪心自问，你和瑶瑶有任何共同话题吗？他看的书，你看得懂吗？他念的诗，你能对得上来吗？ 听说，那个文墨轩晚上又约瑶瑶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呢。你也知道，说是学习，但实际上……不过还谢谢姚学姐，昨天晚上陪我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，给我关心鼓励我。 您的奶茶，谢谢啊。2杯奶茶。王墨轩真在里面，那还有假，我刚亲眼看他进去的，赶紧跟上，真的，走走走。小木头，尤老师，我不准你跟王墨轩约会。 我和文墨轩约会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看到了。那你这杯奶茶是给谁买的？嗯，这杯奶茶怎么还没进去？大家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是给我买的呗，谢谢。哦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嗯。所以你不是跟文墨轩约会啊？我们是在准备学校文化展。 但是，尤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吃完饭，随便逛逛。原来只是虚惊一场，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必须得加快进度，让他知道我朋友的心意。超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一种粗暴的。 一种温柔的，粗暴的，我怕我朋友受不了，那就温柔一点的，那就暗示吧。这数量好高啊！这看着还行吧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看着这个还行。吃饭吧。 不行，暗示法对他这个木头脑袋根本就不管用，必须得加大力度。那就刺激法。怎么刺激？让他吃醋。<笑>真的吗，尤老师？你也太幽默了吧！哎，昨天唱歌怎么样？是不是我唱歌特别好听啊？ 尤老师，这次跟你一起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看不出来我专门给你留的位置吗？我也是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们快吃菜，没位置了。尤老师自己找位置。好的，尤老师，给你点这个。好。嗯，这个好好吃。尤老师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尤老师，这个豆腐很好吃，这个也很好吃。嗯，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 不做辣的，不行啊！这招对他完全不管用。超哥，有没有什么力度更大一点的？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什么？开口表白？表白？你是我的你。 我要你做我一辈子的女神，静静的夜里，轻轻为你点灯，我的怀抱负责让你睡得安稳。小木头，我一直有话想对你说。
兄弟，灯用完了吗？用完了赶紧还回来。哦，还马上。快点儿。想唱首歌给你个惊喜，音乐厅也用不了，就借了这么个教室，还借了个灯，一点气氛都没有。我，刘老师，这首歌我很喜欢，从来没有人这样给我唱过歌。小木头，我一直有些话想对你说，我。我要干嘛？留下，今天三分天下的投资方邀请你参加晚宴，这事儿你别忘了，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晚宴啊，千万别迟到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刘星，你可总算来了，尉迟瑶瑶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这种宴会也是你能随便参加的吗？赶紧回去。好的，大壮哥。嗯，我这就走。好，赶紧回去。是我让他来的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刘星，他就是个助理啊。嗯，助理怎么了？喂，哎，一起啊！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华腾集团董事长千金的生日宴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快走吧，童锦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快走，走。生日宴，姐不说话，姐不说话，姐吧。我的小祖宗，你先听我说。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不是投资方的晚宴吗？怎么就变成童锦的生日宴了？童锦的爸爸就是三分天下的投资方。今儿他女儿过生日，请了很多艺人来助兴，啊，咱可得罪不起。怎么得罪不起了？大不了不拍了。哎呀，瑶瑶，好久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生日会忘了邀请你。你是来兼职服务生的吗？现在服务生的制服都这么高端了。我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哎呀，你着急什么啊？我们俩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干嘛要躲躲藏藏？有什么误会，早点解释清楚嘛！你个婆媳，谁稀罕？我……再说了，你跟瑶瑶是师兄妹，我跟瑶瑶也是好朋友呀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再找你算账。哎，一起啊！那你在这干嘛？走吧。刘希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是你看到的关系。麻烦让一下。童小姐，误会了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了。他凭什么勾搭上游戏这种大明星啊？看来我真是小看尉迟瑶瑶了。你的小情人呢？这么快就把你丢下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和你的老板在一起多久？让我猜一猜，是在我们分手后还是分手前？尉迟瑶瑶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丹姐啊，您真是天生丽质，风华绝代啊！您用哪款面膜呀？刘老师是我老板，仅此而已。但丹姐，您可太谦虚了，以后我们游戏啊就仰仗您关照了啊。他瞒得过你，可瞒不过我。不信你自己看，他在跟别人说话，但是眼里一直都在看着你。当然有了，承蒙丹姐厚爱，啊，那实在是太好了，对吧？尤其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是。看来他看到我们在一起了，他一定很焦虑。你别胡说。不信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哎，游戏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各位，等等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也感谢我的爸爸为我举行了如此盛大的晚宴。其实，我最想感谢的，是我的好朋友，玉石瑶瑶。哎呀。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